很久很久很久以后。喂，听得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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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猪，是不是靠的有点太近了？咱们啊，我站后子。那我站这儿吧。哎，那个有人吃人了。何呆呆，等一下啊！何呆呆往上面走了，突然就没了。然后一美是我刀的，我刀的秒拍的，当小李面刀的。OK， 你们盘一下何呆呆，快快快，我要秒挂票过。你挂谁啊，姐？你也没说呀。我复活在哪里不记得了。然后当时我往左边走，走那个实验室下面的时候，我身后应该是有苏苏还有大强，我们三个。然后我给大强炸了个屁，我就往下走，往地牢走。然后我看小秋下去了，我就跟着他屁股，他就跟他啊三哥，他就很怕我刀他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俩走到这个奇珍异品室的时候，我身后又跟过来一个人，不知道是谁，就报警进来了，好吧？那你们聊吧，啊，过了，我就是吓吓他，过了。是这样子的，我跟小温还有一美还有谁站一块儿，我们在实验室，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往上走的时候，一个人把一美吃掉了，但是我没有看清那个人是谁，是何呆呆吗？这何呆呆怎么又死了呢？小温你看清了吗？你可以说一下。我记得好像是被吃了，被吃了一个，但是先说又说他刀了。我听一下小恩的视角啊，小温的视角，我过了。仔仔，你要不看看你在说什么？一美被吃了，那恩姐不是拍到她鸡腿进来吗？被吃的应该是何呆呆吧？如果有被吃的话，我是铁好，我是在坑这里复活的。哎，我不就是为了怕你们踩我？我因为复活在坑吧，我就顺手把那个隧道入口那个好人任务给做了，就是那个门是开的。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，所以我是铁好了一张牌。如果这玩意去盘的话呢，恩姐这一刀我是铁认的，好吧？恩姐我保了，好吧？然后刚刚小温拍进来，不是小温不是有信心吗？说谁是把何呆呆吃的，还是把谁吃的？是小修还是谁是吗？听小温说一下呗。那这把就出鹈鹕吗？也行，好吧。如果能出个进鹈鹕，那投鹈鹕也行。听小温保过了。好，这里是你的男孩小李发言，我。包包、小温还一个人，我们复活在实验室，我们四个人。然后呢，我就直接去到盔甲那个地方站着罚站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一美过来了，一美过来，他上来贴了一下我，啊，然后我说你要干什么？他又要奔我冲下来的时候，恩姐这个时候夸一下给他刀了，这刀我认的，可能要不然我就没了啊。所以说，恩姐这刀我认。一美他对我总有些不一样的想法，我感觉，奇奇怪怪的啊，他老想贴我，盘鹈鹕吧，过。我也是没听懂了、哎、我听得弯了弯了的，我反正就是三个人在追我，害怕打动了吧，妈妈吓我然后不是小文有信心吗？人听小文怎么说啊，当了个红名儿。我也想听一下小文是怎么说的，因为现在能听到的信息就是刚才小李说的这个嘛。然后鹈鹕我是走神了吗？我怎么没听出来谁是鹈鹕呢？啊，过。啊！一上来我就在那个实验室的位置复活，我就在那个实验室那个瓶瓶罐罐的下面，我就等着喂喂喂，我就在这待着喂。我喂了差不多几声之后呢，我就感觉这个 CD 快好了，这个地方很吓人，我就一直往实验室的右边跑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报警了。当时在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何呆呆我记得还在。那瓦妹是怎么死的呢？不知道。瓦妹、小温还有谁是站在那个？就是实验室的位置，是的，我是往右边走，所以我没视野了。那小温说看到有人吃了，听见小温说，我听你们全程聊下来，我没有听到叔叔在哪里，好吧？叔叔去哪了？过。我们应该是打动了吧？应该是拆心打动了吧？那不然还能干啥？一开始没过多久，就刀人他也没有跟别人对身份，我们基本都在实验室，是叔叔把何呆呆吃了，他在那个实验室上面过道，我记得很清楚啊。当时我在实验室里边的时候，我看到两边的门口，我看到叔叔从那个地牢往上走，就走到那个门口，他直接从那个上面拐了个弯，我当时就往上走，我就看到我怎么样，然后他直接路过把那个何呆呆吃了之后，他直接就是往右一个跑，然后我当时就喊我说哎，然后就拍警了，直接出叔叔啊，不用多说了啊，过。小文是中立，我是装沙，我过了。
你多闹、哦，专场都出来了，真以为小文是猪是吧？哎，小文真是猪，你才是猪呢！空龙康浪，我被 K， 布鲁彪布鲁彪，我是正义使者，哪里有？我正义使者把小文刀了，小文，小文，小文，你不要抓我，我也能抓，你知道吧？两个人都钻进去了。小温，小温是，应该我是刀了个红名，然后呢，仔仔猜我猜死了，我是正义。我身上有一个香肠。我是加拿大安检。哦，我他爸，我的香肠呢？你的香肠？你的香肠在裤裆里，你的香肠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走走走，他一起。谢谢小苦虚浮的壮士们，谢谢酒池安能装明月虚浮的壮魂。好的，我去了。什么？小孩子，小孩子割了出来。强姐好的，强姐是好的，强姐好。哎，拉你儿吧，拉你儿吧。不是割了，割了。姐没死人，姐没死人，哎呀，姐没死人，姐没死人，贴完了。你听我说，珊珊，首先我是正义，为什么仔仔会打动？我刀的一枚有可能是个红名，仔仔打动，叔叔已经绝望了，他说小温是了个中立，这不投小温是谁呀、啊？剩下的两个鸽子，一个工程师，管他怎么玩呗。无关大雅，报身份过。报身份，我是通灵者。过。不用报了，直接逮到。就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很可疑。小修走在前面，小温都走在后面。啊，我是那个官僚者，我这就看那个实验室。不行了，这个时候小温都跟小修就过来了。小温都说了一句，你小心啊，他们带刀。啊，想不到吧，隔墙有耳。嘿嘿，那怎么说，是切出小温都呢，还是切出小修啊？不，切出小温都吧，好吧，切出小温都吧，过了。好，太医哥，先出太医哥，因为我是观鸟者啊、我捡了瓶可乐去喂那个蛤蟆了，那、我还让强姐去捡了个泡面也去喂那个蛤蟆了，所以说我肯定是挺好的啊、我是观鸟者啊、全票打飞太医哥过。先说太医啊，求我是那个求我太把我吃了，我是那个工程师，包包是那个鸽子过。这肯定先出小温啊，想啥呢，虽说是撞身份有可能是中立吗？然后我觉得小温这把本身咱们喂食的时候好像小温也全程不在，三三在，心在，包小三在，然后剩下小李也在，剩下就这三张牌，但是小温确实不太做好，就是肯定是优先牌，我觉得还是别分了，直接出小温吧，好吧，我警长，我能刀人，我还能再刀一只，好吧，过。你看那个小文的笑得多开心呐、啊！小李说要出太医，他刚才说该该该，这小子声音了都。那个小修，我是工程师，我那个 CD 还没好呢，那小修呲一下就钻进去了，那是什么好人？投了个小文多挂。首先啊，我让小修去贴，那既然你们狼不出刀，那就让小修赢呗。你看我都不怕，我说小修你去呗，你去贴呗。我问他贴了几个，他肯定只贴了我跟包，又没有遇到任何人。我说我小修你去吧。我就小心他们有刀，那我这么讲肯定正常是吧？那我是那个变态啊！首先太医都已经撞身份都这样了，我笑那么开心，那他都已经这样撞身份了，他还出我，我的妈呀！随便，反正你们出了我进去可以把太医刀了啊，过。没想到这么糗啊！小李你个笨蛋，我观察者听不到声音，你没听到我说，我听到他们说话，太医炸了他！什么什么？
你再说大声点，四哥是不是走了？太惨了，我没队友了。我是那个变态啊！我没队友了，我的队友上来就打洞，上来就打洞了一个，有一个嘎了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牛逼！哎呀，一个阵也破了了。仔仔为什么要打洞啊？牛！我可能我抿的准不准？没想到芝麻让我出去了。准，你抿的准。准。我是二杯，我投的你。芝麻。嗯，还给他投我呢，笨蛋。どうしたの、ハッピー？だって初めてルーシーのお色気作戦が効い